借贷款报税很重要。我看过很多人的 profile 了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些老板呢，他们想要借贷款的时候，他们就去报到高高。明白，明白。然后不报的时候，就是不想要借贷款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有的时候去做到亏本。对。其实这个都是最恐怖的东西呢，不是你能不能借到贷款，其实最恐怖的东西就是 income tax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不鼓励大家做这样的东西，因为一来你让银行看到不好看， 对吗？银行就觉得有这个是到底有赚钱没有赚钱。然后第二，你买到这么多 property 的时候， income tax 就来敲门。是是，主要是要看那个老板本身他长远的愿景是什么。今天如果他的愿景是他要上市的话，那么他懂他上市之前他需要布局什么，他的公司的账就不可以乱做，就不会被要省 tax 而不报 profit。 所以我们要有原则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是取决于那个 company 的 key man 啊。对啊，如果是那个 company key man is a China man style， 他每一年要省税务的话，突然间他要去申请 business loan 就困难一点。关注我们，学习更多贷款知识。